昨日，孙俪与她在《辣妈正传》中的搭档张译一起做客深圳卫视，为将于下周开播的新戏宣传。一身白衣白裤的孙俪当天一亮相，就让众记者吃了一惊，因为她理了一个再短就变成板寸了的短发造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网络上她与丈夫邓超感情不睦的传闻，孙俪虽不愿回应，但在剧中饰演其大学男友的明道，通过 VCR 的方式将了她一军。明道在 VCR 当中被编导问到有什么话想和孙俪说，结果他回马的说：“孙俪，我爱你，你要是离婚了来找我。”这话令现场几乎爆炸，而孙俪也是满脸尴尬，连连摇头。酷六娱乐新闻整理报道。每次伸手入怀中，有你的。